解韩愈，你怎么负责？我要跟你结束我们的关系。他的话就证明他是一个渣男。我姐没怀孕，你现在不用负责了，马上就滚。林曼柔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妈，他眼睛想看这里。他都对你不满意，不满到现在。爸。顺子夫人，出大事了。听朱比说，有人来认爸爸呀。什么的不急，你也30岁了，你老公的路去哦，我是老高骨咯。那边安尼吼，得看整容整足济啦。这个哇，我靠，操劳呢，这袂歹啦。我从下班就一直看照片看到现在，可以先让我上厕所。罗啊，用个只切草哦，你晓得还要去上班呢，一天未啊？唉，嫁到吴家，辛苦30年，还敢有人讲啊？你会忝不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唔得啦！妈，今仔日代志都讲我亏，吴康明明当初喜欢的人是我，是你横刀夺爱。希望这次的重逢可以让我们忘记以前的。讲我说不要做不要，你听不懂。阿姨看到阿伯来欢迎时，当医生娘真好，每天只要把自己整得漂漂亮亮的就好了。的眼睛都是鱼尾纹，还有法令纹。阿姨两个哦，30年都没见了，阿姨话袂讲。你跟德超一样，都得了妻管严这个病。你把球偶尔喊，为他改变，我愿意啊。你们两个做最好兄弟，嫂子不让你骑车，我还有其他的。刚才只是暖身啊。暖身。今天是为了吴子翰、林曼柔这对新人神圣的婚礼，现场有任何人反对这两位新人的结合吗？我反对。反对，不是。我们继续。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位结为夫妻，任何人都不能参赛。以后你漏单哦，直接打给我，我去帮你送。拜托哎，那边五芒力哦，铁树都会开花了。如果你叫他去送五位，到时候被人家检举。对耶，万一爸被开除，就拿不到退休金。那以后我们三兄弟分什么？你给娶过来再听起来哦。你妈妈现在很生气，三兄弟起来让你妈开心一下。啊，你辛苦了。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位结为夫妻。一旦他们结为夫妻，我们两个恩怨就不会没有了。我反对。进以后把我没羞怕。曼柔自细汉我是个小命，厝内面的家内事我从来袂好做。嫁出去的查某囝就跟咱泼出去的水，恁曼柔即马就是我的媳妇，是我这个大家咧嫁的。这是你讲的哦，那我叫他们马上离婚。天地变色42台12月14日起，全新8点档，加油喜讯。